众所周知，我这爷们儿都是老司机。想跟我过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咱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吃个嘴怎么样？我过来，我过来，姐，我过来。真有这么豁得出去的演员啊？别说你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！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。导演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师傅压师娘，师娘压床，床压地，地动山摇。去。我又失言了，你有好词儿没有啊？这虎狼之词，九良竟然懂了。我每天练功去啊，那边练功，当当当当当，在明儿地里锅当当就练啊，玩唱了啊，旁边练什么呀？停。原来快板的作用这么广泛。清清的湖水荷叶飘，公蛤蟆搂住了蛤蟆的腰，一个小伙来挑水，一下搂住了姑娘的腰。姑娘说：“你干蛤？”小伙说：“蛤蟆干蛤，我干蛤。”您自己都没发觉，怎么就上了高速呢？越吃越麻，怎么废话呢？可不越吃越麻，再吃没了，嘴里就是越吃越没有，那越吃越麻了。你这是全废话呀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没吃过吗？这动作如此熟练，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。豪车就是豪车，起步真快。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五大三粗的，不是，那也不是每个东北人都五大三粗。我也有五大三粗的时候，就是你觉得。老秦这是带着观众一起飙车。伦哥这个动作怎么看都不清白。我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，水晶到的表示润肤啊啊啊啊，锁住水分逃不掉。咚咚水灵亮亮晶晶清爽的话溜溜吧，使得皮肤真真好。头一次听人把去洗浴中心鬼混说得如此高大上。因为现在啊，遇见一位好的女生不容易。我说你说遇见一个女生，哎，我不要你车，不要你房子啊，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的包包，不要你陪他吃饭看电影，就是说只想在你安静的时候我陪你聊聊天，跟你说说话。你说这样的一个女生在洗浴200块钱贵吗？师傅对于大爷是真关心。我敢这么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跟你媳妇儿对你最好啊。这话倒对，他要是出去拍戏半个月啊，我跟他媳妇儿我们俩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他，我弟什么时候回来。不要那个，我半夜给你回来一惊喜。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。九成把我们带上了高速。刚才是谁？小弟弟，你就是我们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你什么不一样的？两个。我们是一个。我们。自己跳下了车。